真放下了，你性德里面的智慧现前了，德能现前了，相好现前了。不是放下什么都不知道啊，那你并没放下，你放下之后无明现前，无明还是烦恼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是烦恼现前。啊，你不是真的放下，真的放下的时候智慧现前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以为上放下，实在没有放下。这种误会呀，很多，也很平常。所以真放下的时候，那个感觉不一样。佛法里面讲的清安自在，这是你第一个得到的。你放下之后，感觉的是非常舒适，啊，心地非常清净，啊，非常的安全，是在这个境界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智慧马上就现前。佛教我们断恶修善啊，叫我们转迷为悟。问题解决了吗？啊，最后叫我们转凡成圣。这三句要做到了，我们这个地球也会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。啊，到转凡成圣呢，那个这个地球就是极乐世界。那阿弥陀佛在哪里呢？阿弥陀佛就在此地，没离开我们。啊，叫一时顿现呐。要知道啊，整个宇宙里头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。啊，我们前面一门念过，啊，这个十玄前面世事各法一成门的，跟我们讲的时间跟空间的现象不是真的，啊，没有空间，没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，啊，实际上。这是化身菩萨都知道。啊，我们活在哪里？活在当下。永远都是活在当下。啊，因为每一个念头，啊，这叫弥勒菩萨讲两个念头，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。啊，不是上下相连的。啊，量子力学家也发现了。啊，他说每一个这个意念呢，就像电影一样，一张幻灯片。啊，张张都是独立的。啊，每一张与前后都没有关系，张张是独立的。这个讲的跟佛法讲的一样啊。啊，是一种我们在学华严的时候常说相似相虚相啊，因为它不是真的，真的要是真的一样呢，那就是相虚，哎，它总有一点不相同啊，每一张都不会相同啊，是一种相似相虚相啊。那么科学用这个名词，我觉得它用的比我们想的更好啊，他用的是意念累积的连续相啊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就应该放下了，不放下错了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分别执着啊，别执着了，执着错了啊，用不着分别了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一种心态，啊，永远是随缘妙用。啊，真放下了，你性德里面的智慧现前了，德能现前了，相好现前了，
啊，不是放下什么都不知道啊，那你并没放下，你放下之后无明现前，啊，无明还是烦恼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啊，还是烦恼现前，啊，你不是真的放下，真的放下的时候智慧现前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以为上放下，实在没有放下，啊，这种误会呀、啊。很多也很平常啊，所以真放下的时候那个感觉不一样，佛法里面讲的清安自在，这是你第一个得到的啊，你放下之后感觉的是非常舒服舒适啊，心底非常清净啊，非常的安全，是在这个境界，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智慧马上就现前，不要操心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啊，为我们大众讲经说法，这个教学，他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啊，别人有问请教，自信里头流露出来。啊，绝对没有想一想，哎，我要怎么样答复你？想一想，落在意识里头。啊，你所能答复的时候，是完全凭你的常识。是知识，不是智慧呀。啊，智慧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是智慧。有妄想分别执着在里面是知识，不一样啊！啊，智慧不要用心的，啊，不要用心是用真心，就是不要用妄心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不用妄心了，用真心。啊，《楞严经》里面讲，舍实用根。舍就是阿赖耶识，啊，你把它舍掉，啊，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就舍识。啊，舍识之后，你所用的是什么？是六根根性，六根根性是真心，是智慧，是德相。啊，这种转变在大乘教里面是顿根啊，上上根人一念转过来就成佛了，凡夫就成佛了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是这个样子，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也是这个样子啊，那是上上根人，顿舍、顿悟、顿证，啊，就是一念之间，他就完成了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句话是真话，一点都不假了。那众生为什么变成这样？众生是一念迷。啊，佛是什么？佛是一念觉，什么一念？当下一念。啊，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，在哪里得到这个信息呢？在经典里面得到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也叫悟啊，这个悟叫解悟，不是正悟。啊，解悟，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放下，不管用。啊，如果是正悟的话，就管用了。正悟则管什么用呢？世事无碍。哦，这个用处太大了，要世事无碍了。啊，解悟，世事还是有碍。
还是有障碍，离事还是有碍。啊，不过虽然是有碍了，我们对于往无碍这个道路上走啊，有了信心了。啊，有信心你就不会退转了。啊，你会勇猛向前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继续用老办法。老办法就是读经。啊，读经要知道，要懂得方法。读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跟禅跟迷没有两样啊，同样一个道理啊。啊，读经怎么读法？不着文字相，不着名字相，名词术语，不着心缘相。啊，不要想经的意思，从头到尾一直念下去。啊，这部经两个小时念完，你修两个钟点。修什么呢？戒定慧一次完成。啊，什么是戒呢？依照佛讲的这个规矩，啊，不着就是决定不分别不执着，啊，文字相，啊，不执着名词术语，啊，不要去想它的，这叫戒律。这叫持戒啊，两个小时来读这一部经典，两个小时的修持戒啊，这东西通通都放都不执着了。你念这一部经的时候，心里面意念上全是经文，没有一个杂念，这叫修定。定里头有慧也，这个慧是什么？叫根本智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讲的，根本智是什么样子呢？般若无知，这是根本智。啊，起作用的时候，无所不知。所以，无所不知从哪里？从无知来的呀。我们现在要广学多闻，什么都要知道。到最后怎么呢？有所不知啊，因为你有知啊，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呢，要学无知啊，啊，才无所不知。无知是什么？清净心、平等心啊。无所不知是觉悟的心，那个觉从哪呢？却从清净平等里面出现的。你心不清净不平等，你哪来的觉啊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